的目光离不开罗志阳。我感觉对罗志阳会有一点压力，因为罗志阳本身就不是那种特别主动的人。这什么？看，罗志阳。今天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？但是我完全不想出门，我今天可能有点不舒服，头疼。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？你想出去吗？你是想出去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去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组吗？我想想啊，菜菜去邀约罗志阳。我比较社恐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一组、啊，明天再说吧。我们现在还在纠结怎么穿衣服，有点过于关注罗志阳。他想对你说，小罗，长头发挺酷的。小罗。娃娃很可爱，晚安喽，今夜好梦。他想对你说，小罗，因为相似所以熟悉，望你一切都好。陷入了不知道聊啥的境地。我之前刚来的时候就每天都在吃牛肉火锅。这个火锅那天天吃也会累吧？不会，就吃不腻。对。你今天吃牛肉火锅，你喜欢吃哪个部位？牛肉火锅喜欢吃什么部位？反正牛的我都挺喜欢。什么吊龙啊，然后这些你知道吗？五花趾、三花趾。其实我不太知道。哦，你不太知道。我今天吃这个吃特别多次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大概知道每一种肉的味道。哦，那很贵，有点饿了。Hello， 今天我已经没电了。